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恩爱的瞬间，一组老照片见证玄机。1981年7月29日，戴安娜王妃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世纪婚礼，这是300多年来第一位英国王储和英国贵族小姐结婚。这对新人对着镜头露出甜蜜的微笑，戴安娜王妃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恩爱的瞬间，两人的笑容极为的标准英皇示范，满满都是幸福的温馨感。查尔斯王子无疑是给了戴安娜王妃一个童话般的婚礼，童话般的爱情，两人也有过温情的瞬间。1983年的一次的马球比赛中，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当众拥吻，周围都是粉色的泡泡，他们温情的瞬间令人艳羡不已。公主与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与快乐的生活。1981年，戴安娜王妃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甜蜜对视的瞬间，但是查尔斯看着妻子的眼神满是宠溺，两人都露出甜蜜的微笑，能说甜到发腻吗？从老照片可看出。戴安娜王妃和丈夫查尔斯王子及两个儿子威廉王子及哈利王子的温馨合影，定格在历史的时光中。他们都是高颜值的存在，堪称英王室的典范，可见基因遗传的强大。注：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